随便设就好，对不对？可以可以，现在可以设，多，这样降太多了，是不是？你太强，你太强。没错，这样就对了，就是这样吹才舒服哦。无食之王元素吃鸡挑战 ，OK OK， 把我人像就不用这么大了。推荐大家我最喜欢玩的游戏，而且让大家更新一下这个资讯哦。那个官网现在有那个活动哦，去帮我投票，我是冰属性的、哦，你们去那个留言一下说，说我最喜欢冰属性。然后参与观看直播并与实况组组队的观众也可以获得 PUBGN 的卡套周边。活动内容是那个，我现在要找观众来跟我组队吃鸡，然后跟我一队，然后有截图证明，然后私讯官方去留个言，好不好？去留个言，帮我站架先啊！一年不见，大有改变，吃鸡送重鸡，看下这个，这有东西，这有东西抽啊！他左边在这里有抽 Switch 吃鸡抽重鸡，然后分享就抽，这之后有东西抽啊，大家记得要去抽。马上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 Royal Pass Season 17，它改了一个扶持系统，还有这个 Royal Pass S17 全新赛季开启哦。这个第17季呢，它里面呢有一个战斗通行证啊，这个战斗通行证里面呢有很多好料的东西啊。为什么要玩绝地求生 M 知道吗？因为又改版啦，游戏新改版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一定要给它玩一下的、哦。不得不说，绝地求生 M 的造型每次都超帅的，一开始就可以拿到的是这个小小的粉红色的衣服。购买时第一集就获得一整套当季限定的粉红色阶级套装。如果你有认真把任务解完，基本上购买精英透行证不需要花钱。有听到？这很重要啊！这通行证也太帅了吧 ！Royal Pass 17一季做的比一季帅，这样我怎么受得了？绝地求生的 Royal Pass 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你买一次，如果你有解完的话，他会给你等值一张 Royal Pass 的这一个 UC。如果你直接购买的话、啊、其实还蛮省，也就是说其实你是可以免费，只要你有认真玩就是没问题。如果你有解完，你就可以这一张嘛解完，然后买下一张，下一张解完再买下一张，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。所以开场前可以选服饰，那我要选风袭服饰。欸，可以选可以选可以选。这边它有三个、哦、一个是风袭服饰，风袭服饰是偏辅助，它可以有一个防护盾，减少敌人的伤害，然后你可以提高移动的速度。然后灼热腐蚀它是会增加子弹的伤害量，然后寒冰之墙呢是它可以透过这样子放一个冰墙出来。我要选冰的，来秀一下我们的风。你看在求生岛上面，好多东西在飞哦，跟着老爸飞。绝地求生 M， 你知道吗？很爽的地方是啊，我的队友会直接帮我跳伞，把我带过去。跳伞跟水。邀请你跳。转浪转浪转浪，赶紧转浪。苏冠宪老爸苏炳，不得不说苏炳的手游是真的有料。去哪？去军事基地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不是要吃鸡吗？可以啦，军事基地不能吃鸡吗？我们实力很坚强哎，交给我。靠你了。哇，现在高帧率可以画面这么顺啊？你有开高帧率吗？啊，这个按这个，然后它就会有一个东西会滚，这就是这一次的扶持之力，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它跑，就等于说你好像有个技能，我好像在玩什么技能游戏，你看我这样可以跟着它跑。好，在他后面当掩体，然后出去开枪，好吗？跟着他走这样子，就不会说一定要下烟，还被对方穿烟啊、丢雷啊、干嘛的。他们是不是大几率是就是活人？对对对，绝对是。哎，我魔石了，先来加一点冰冻效果，快来支援！等等等等，有人过去了，我在混。哎，帮你丢防护罩。会，不用。火之力，这火之力不知道碾会不会碾到人，然后那个人会像被车子碾到死掉。我这里，我这里。你多屌，妈的！那傻逼还想拿空投？小云不是喽，你有点口音的都叫小云。出事阿贝，完了，吃土买单了。真棒，队友又打完了，又可以继续爽了。还没，主攻还一队。我把引流上来。哎、欸，沙小，他身法是不是？不对。哦，现在位置好像有点危险。
左边右边都是人呢、欸。聊天室你们看到一杀了，用脑袋就一杀了，有一只哎、欸。啊！真的假的？这么准哦、喔？这个原来这就是这个火的技能哦、喔，会丢一个那个风火轮在那边转。冲啊 ，baby，backing，backing， 呜呜呜呜呜。嗯，舔包时间。没子弹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！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！哦，看我这个操作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枪线要拉、哦，集火要做到。哇哇哇！哦，他那个桶子过来嘞。架枪架起来。漂亮，枪线拉得好，这就是我冰墙的威力。救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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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下！干妹妹，干妹妹！哎、欸，有信号，有信号枪，我可以拿信号枪出来叫个空投，对不对？随便射就好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可以，现在可以射。多？怎样？枪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够义气吧？可以啊，不一样。哎、欸，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我有帅哦！哎、欸、呀、啊，空投嘞！我、哦、看空投怎么那么多啊？哎呀，我要中枪了！好像没什么问题。有 AWM 哎、欸。有啊，那我只能开秀了。哎。呼！哎、欸，他是卡红倒地的。狠人一个，直接淘汰，是最后一个人来。狙他，牛逼！不，这游戏吃鸡太容易了吧？还是我太强？你太强，你太强。没错，这样就对了，就是这样吹才舒服啊。然后看看能不能够 cover 得到。哎呀 ，GG， 第三名，好可惜哦。飙一下冷战打好不好？游戏结束，欸、吃鸡啦 ！Oh my god！ 哎呀，我有一杀没？我刚刚说我一杀。好，梁志，那这把结束了啊！这就是这一次要跟大家介绍的《绝地求生 M》最新模式哦，元素之王啊，元素之力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点击聊天室现在的元素之王上线改版连结。也记得啊，来支持一下我们的火系实况组阵营，就是用我的高超实力成功的吃鸡啊！谢谢你陪我玩。